Martinez. I'm a health educator with Breathe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today I will be presenting Breathe Easier, the Adult Lung Health Workshop. So since this is a Zoom platform, please keep all your questions in the chat box. I'll get to it later on today. And I also want to mention that we do have a survey at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So 那么会后的话呢，我们还会对今天的这个讲座的这个质量呢做一个问卷调查。Yeah, we were established in 1903, and we have been around for well over 100 years. We have addressed Southern California. 成立的，然后的话，在加州的这样一个项目和服务当中，我们解决了南加州的比较严重的空气质量和肺部相关的公共卫生的问题。那我们的承诺呢，乃是创造新鲜的空气，而且健康的肺部，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提倡和我们的技术，来实现我们的愿景。在整个南加州呢，我们已经对这个空气质量做了很多的改善，但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继续的来做。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很好的给解决的话呢，从长期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对我们的这个环境受到影响。我们已经做这个排污的这个水平得到了相关的减少，但也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我们的这个空气污染呢，是由这个天然和人类这个人为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空气污染。那么大概有4.42万的这个人呢，没有未成年人呢，由于这个空气污染而造成了这个死亡。所以说从心脏啊、中风啊，还有这个慢性病的呼吸道堵塞啊，还有这个肺癌啊，以及这个突发性的呼吸道的感染，在儿童当中都有出现。特别是在户外，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尾气排放从这个机动车，还有这些固体的这些固体油的燃烧，在工业行业以及包括粉状类的这个工厂，还有这个有烟雾相关联的这些工厂，在室内的话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家里面的清洁方面的化学产品以及烟草类产品等等，这些都是对环境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些有这个性儿童年长者和一些已经有现有的疾病的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和低收入人群的社区当中，他们的这些人群呢是比较脆弱的，他们的健康的由于这个空气环境的影响，对他们这个身体产生的影响乃是巨大的。这边有一个问答，问大家哈，在过去的4个星期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呼吸有困难？那么第一个选择是没有，第二个是有一点，第三是有一些，是这个大多数情况都有，还有所有的时间都有。大家可以完成这个问卷调查。我给大家根据屏幕上的这个问答题可以做一个回答。就是说在过去4个星期里面，你有没有任何的时候有呼吸急促的这个感觉？那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可以做一下回答。And we'll be closing the poll in 5 seconds. We have 5. 我们5秒钟以后，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还有5秒钟就会把我们的非常感谢大家回答，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两个问卷调查问题哈，我们在整个的简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呼吸道系统，给大家做一个简，我有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怎么样来呼吸的？每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天呼吸都很快，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哈，我们从空气从我们的鼻子里面呼进来，然后通过这一个管道，通过我们的气管到我们的呼吸道，但这样的一个会跑到我们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管子里面，这个小的比较细的这个管子，然后跑到这个气袋里面去，它有这边一little circle at the end of the bronchioles. And what happens there is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tiny blood vessels there called capillaries, and that is where the gas exchange occurs, meaning that we're breathing in a lot of oxygen. But when that gas exchange occurs, the blood will throw out the carbon dioxide for us to exhale. 然后根据二氧化碳在我们身体当中，借着我们的呼吸对我们的这个血液进行供氧。所以这是一个在呼吸道系统当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附近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肺部的疾病，比如说哮喘，比如说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比如说支气管炎，还有这个 emphysema， emphysema 是肺气肿。COPD是这个慢性的这个呼吸道堵塞性疾病，他现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些疾病，这些的话呢，支气管炎呢是肺部的一个出现了一个支气管的出现了一些炎症，并且狭窄，使你的这个肺部产生了这个液体，这样的话呢会进一步堵塞你的这个呼吸道的管道的。另外呢还有的话呢就说到了 emphysema， 这个支气肺气肿，肺气肿的话呢是在你的肺部的气袋以及包括它出现了一些损坏。我们现在有第二个这个问卷调查，请大家在屏幕上，他就是在问你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产生了我们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堵塞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呢？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造成的呢？还是抽烟的时候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冬季造成的呢？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认知来回答我们的第二个小测试题，就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了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堵塞这个情况呢？请作答。Okay, I'll give it about 10 more seconds, everyone. 我再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这样的话可以来我先提交完之后，我再跟大家告诉一下正确答案。好的。5, 4, 3, 2, and 1. Thank you. 4, 3, 2, 1. 很好，非常谢谢大家参与。正确答案是抽烟，使用烟草类制品将会导致。这是最主要的导致慢性呼吸道障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抽烟是90%的所有的慢性这个呼吸道障碍都是由于这个抽烟草类的制品所引起的。那么如第二个导致出现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原因是二手烟，
特别是在有一些国家的话，这些烟气啊、雾气啊，在空气当中的传播导致，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那么通常都是在那些人群当中，比如说烟类啊，还有这个焚烧啊等这些在家里面的话呢，这个通气设备不是很好的话呢，就会产生这个长时间的话就会产生这个，在你的身体当中如果体内缺乏这个蛋白质的话呢，也会使你的这个呼吸道会产生堵塞的这个危险性。关于这个 COPD， 这是在美国四大死因的之一啊，美国的在加州的话是第五大的这个造成死亡的疾病。然后对于残疾导致残疾来说的话呢，是第四个。那么十个人当中有八个人死亡是由于抽烟所造成的。然后的话，在美国有1600万人被诊断了有这个 COPD， 很多的人都已经有这一疾病，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65岁的人跟很多的空气污染进行了接触，他们在化学方面、灰尘方面以及其他的方面进行了接触，但他们本身都不知道的话呢，他们就会慢慢的逐渐形成了这个呼吸道方面的障碍。这样的话对于个人来说呢，就很容易得到这个慢性呼吸道。那么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怎么样的来诊断。诊断的话呢，有多种方法的，比如说你可以到你的家庭医生那边去啊，比如说做内科的检查。如果你有一些症状的话，你要跟你的家庭医生进行谈话，看看怎么样的做测试，然后看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诊断或来治疗是最恰当的。你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说，他们可以转诊你去做相关的一些肺功能的测试，然后比如说做一些肺部的、胸部的 X 光透视和电脑断层扫描和其他的一些方面测试。就像我所说的一样，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话，或者这个症状是新的话，你要跟 telehealth 就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先跟医生进行一下谈话。有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是极度性的有产生痰，那么特别是咳嗽伴随的浓痰。那比如说有呼吸急促的话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在日常的活动当中，有些人会说哦，我们累了，我们老了。有些并非是这样，而是由于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从椅子上坐起来你都有呼吸上的困难别说是那个去跑步了，那显然你就是一个这个 COPD 的这个病人了。所以说这些都是症状比如说你这个呼吸有困难等等之类的。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这个频繁的咳嗽，还有这个大量的痰，还有整个人感觉很疲劳还有比如说胸部有胸闷，还有这个有做了一些动作不大的练习，但是呢身体无法承受。我们怎么样的来管理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behaviors such as smoking. So if you do have COPD, 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抽烟行为方面的一些克制可能会影响，还有通过进行疫苗，比如说流感疫苗，还有这个肺炎的疫苗针。肺炎疫苗将会减少至少一半由于这个 COPD 产生死亡的危险性。And finally, the utilization of medication. So with
COPD, there are a lot of... 最后的话呢，还有使用相关的一些药物。他这边有这个 COPD 的这个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呼吸机和支气管呼吸机等之类的这些设备，来帮助你管理你的呼吸道障碍。这样的话可以能够帮助你的这个呼吸，这个的确是可能有相关的一些可能有些药物的话呢，可能是一些短效的效果那这些短效的效果的话呢，可能会帮助你有4到6个小时的帮助。如果那有些的这个设备的话呢，它是支气管呼吸器，它呢是属于长效的，它可以持续12个小时帮助你进行这个有效的呼吸。这些是使用药物方面的。哎，在我们家里面应该怎么样来避免我们使我们的呼吸道产生刺激的这些物质或东西呢？比如说家里面没有人抽烟，家里面避免有任何强烈的异味还有这个说家里面要尽量的避免灰尘，还有确保家里面的空气处于干燥的状态。那么因为你的家里的如果是属于是很潮湿的话呢，那你显然很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问题。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一些季节性的变化产生季节性的敏感导致的这个呼吸道的障碍。还有尽量避免家里面的一些昆虫虫类害虫的出现。那基本的话还要有然后如果你有呼吸道问题的话呢，家里有宠物的话呢，尽要把这个宠物呢放在室外使用这个绿色清洁能源和绿色清洁的用品来帮助你清洁家里。这样的话呢能够很好的能够帮助你来管理你家里面，避免有刺激性的东西，特别是一些比如说bleach 就是那种消毒剂、漂白粉等这些东西的异味很浓的这些东西使用的话呢，会让你的这个呼吸道。我们接下来跟大家非毒性的这个家里面的清洁用品，他这边有说到了一些所有问题的这个清洁，你比如说像使用半杯的醋和1/4杯的烹饪的苏打粉和1/2加仑及2升的水，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清洁清洗。那么作为这个擦窗子的话呢，你可以混合2匙勺的白醋和1缸的这个水，还有使用这个揉皱的这个报纸，或者是使用棉布来进行擦窗户。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呢，就可以自己来做这个清洁剂来使用。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呼吸道慢性呼吸道障碍的话呢，你要做好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的这一方面的症状的话，你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话呢，开始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避免有可能产生对你的这个呼吸道障碍的任何的一些问题，你要避免。好，你要做这个每天的持续性的这个练习。你有这个呼吸道方面的一些障碍的话，如果你比如说出去走点路这边做一点小小的事情，那边做一点小小的事情，能够帮助你肺部能够做健康的呼吸，这一点很重要并非是要求你一定要做那些剧烈的运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你自己要给自己做一个持续性的这个管理，说你要给自己的行为上的一些计划，怎么样的定时跟你的医生讲电话，怎么样吃健康的一些食物，
怎么样在家里面保持安全的状态，这些都是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我们现在讨论一下新冠疫情在这个 COPD 跟新冠疫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的人有了这个 COPD 和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呢，可能会这个将会有高风险。如果你生病了，由于新冠疫情的问题而生病的话，显然你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说，你要继续的来吃你医生开给你的处方药，尽量避免有可能恶化你的这个情形，帮助你的继续来跟进或跟踪实行你的这个 COPD 的这样一个行为计划。那么，另外的话呢，你要确保用手来触摸你的脸部，要经常的去洗手，洗手的时间。用肥皂和水洗手的时间至少要20秒。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呢，你要既在家里面待着，减少这个危险性出去接触产生的这个危险性显然是巨大的。所以说，你要这个离开人群，尽量的不要跟人进行接触。那如果你真的是得到了这个新冠病的话，你将会要做什么呢？首先，你要自己待在家里面，除非你要去出门看医生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你家里面的话呢，要那在家里面呢，你要自己待在一个房间，尽量跟你家里面的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宠物进行接触。你要继续来关注观察你的这个症状。你的这个症状的话，主要表现在发烧、咳嗽和其他的一些症状。然后的话呢，你还要听从这个医护人员对你的医疗方面的指导，那么以及这个当地卫生部门对你的建议。那么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警示性的这些症状出现的话呢，你要寻求紧急帮助。如果你所碰到了这些问题而需要紧急救助，立即马上的话呢，比如说你有呼吸道疾病，持续性的疼痛或胸部的闷，另外的话呢，你有这个新的这个混淆，而且无法能够醒来，而且或者说整个人睡不着，一直处于这个清醒状态。还有的话呢，你的这个脸部和肥部呢是发肿。好的，阿瑞将会继续来跟大家讲，我们接下来讲一些关于营养方面的。我的名字叫阿瑞，我是 PH 的这个学生。作为营养是我的激情，我有这样的一个的，你就跟大家来跟进行讲一下关于我们营养这一块方面的信息，跟大家说。作为我们的营养的执行，对，如果你有 COPD 会有这个肺部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肌肉将使用超过我们正常使用10倍的这个能量来消化我们的这个营养或食物。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在你的这个邻居当中，以及在你的这个家庭成员以及包括朋友，都应该是一个如果你有这个肺部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这一点很正常。你如果是有这个持续性的这个肺部的这个肺部的这个痰的话呢，你要避免白菜，你要这个 starchy 大这个淀粉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呀，还有这些甜的这个食品点心啊，还有糖啊、苏打水啊等这些东西，你要这个避免，因为这些可以能够增加说的，可以会增加你的这个体内会增加这个痰部。
那么乙酰食物的话呢，将会降低你的体内的这个痰的产生，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需要这个更多的来吃这些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当中的蛋白质是十分高的，这样的话可以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增强你的体能，减少你的体内的痰的产生，你可以产生以及你的粘度，你比如说吃一些三文吞拿鱼、南瓜芹菜蒜葱，还有这些绿叶类食物，绿茶和喝水，以及包括刚才的一些芹菜，这些都是可以能够帮助你降低你的体内的，是的，你可以吃一些 pineapple 菠萝，你可以吃一些菠萝汁，这些都是可以喝。那比如说芹菜汁，这样的话可以能够对你的身体起到帮助的作用。当然，体内喝大量的水可以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帮助你。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营养，你可以吃一些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这些可以能够帮助你起到抗氧化的作用。那么比如说像橙汁啊，还有这种甜椒啊，还有这种柚子啊，还有这种黄油果啊，还有这个哈密瓜呀，胡萝卜呀，苹果呀，还有这个石榴啊，还有这些莓类啊，还有这些深叶类这个蔬菜啊，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维生素 D 可以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预防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我们吃很多的，我们要吃要吃很多的这个原材这个调料所做成的产品，而需要吃少盐的食物，这样的话可以降低炎症的产生，特别是一些这样的话呢，特别是对于呢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一些需要特别营养方面的人的话，使用营养注重自己的营养是相当重要的。那你要吃一些健康的食物，比如说三文鱼啊，坚果类食物啊，和一些蓖麻籽啊等这些的食物的话呢，可以它里面的这个脂肪是健康脂肪。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可以能够喝一些绿茶，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提神的作用。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在这边所说的，就是说喜欢你的肺部果汁，吃一些果汁可以能够帮助你的肺部，比如说两个胡萝卜，两个中等的胡萝卜，三杯这个芥蓝，还有这个两个黄瓜，还有两个英寸的这个金根，还有这个一个汤勺的这个柠檬汁，还有一个绿苹果，还有四个盎司的这个石榴汁，四杯的这个生菜汁，还有这个一个汤勺的生的这个蜂蜜，还有其他的一些叶糖之类的一些食物的使用。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我刚才所给大家设计的，如果也可以给我进行提问，我也可以给你设计更多更好的更多的这个菜谱，或者说这个配方。我希望大家都已经拍了一些照片了哈，或者说做了一些笔记关于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讨论一下环境，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一下碳。
Total amount of greenhouse， 我们现在是绿色气体排放啊，将是我们的目前的活动的中心。我们讨论了房屋、交通工具，还有食物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能够来降烧我们的这个碳的足迹。啊，比如说 ，Harmony， 你每天出去行走多少，旅行多少个迈？比如说，你选择多少的时间在购物？你的这个营养是怎么样的一个组成？如果你想要计算你的吸入的这个碳的这么样的一个记录的话呢，它这边下面呢有一个网站，你可以来进行计算一下啊。根据你每天的，比如说你去了药房。Things and finally reducing food waste. 也可以可以跟他们进行讨论，看是不是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蔬菜种一些食物，这样的话比较简单，而且的话种植的这个食物你也知道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来你是怎么样种植的，你所摄取的话这些蔬菜啊，这些果蔬啊，都是你所种植的，那这样的话也降低了这个碳的这个成分。还有这是一个网站的链接，你可以免费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它也来帮你进行计算。我们还有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的来我们来怎么样的做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涉及含碳的这么样的一个足迹呢？我们有四个选择。那你比如说每一个人选择当你到外面的时候的话，就买一些新鲜的东西。那还有呢，就是说都在饭馆里吃，还有就是说保存水或保存能量，还有就是不要进行，还有就是不要回收。所以说你选择哪一种呢？你来做一个选择。Okay, so about 10 more seconds.我们十秒钟之后将会对我们的这个小测试呢要关闭，我们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好吗？54321，好了，我们的这个已经结束了。我们接下来再讨论下面一个链接我们怎么样通过七种方法确保我们对于我们下一代来说怎么样给他们提供一个绿色的未来，绿色的这个将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跟我的爷爷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后院里面，我们可以能够在家里面种这个菜园里面来种菜，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污染。第二的话呢，可以减少塑料用品的使用。那么还有呢，继续保存我们的我们保护我们的鼠，还有我们的这个节约我们能源，还有买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东西。继续来使用我们安全的这个清洁用品，还有就是回收为了你跟你的家庭以及你的社区的话呢，你都要有这样一个环保的意识在你的社区里面。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作为一个 COPD， 刚才有说你要做诊断完之后要进行治疗的话，的确是要改变了你的生活。那么任何的情况的出现，任何的呼吸道方面的问题都将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的困难，你要面对起来怎么样的来
你要面对，面对的话呢，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跟其他人进行讨论，比如说医生啊，比如说你的家庭成员啊，都要很现实的跟他们进行讨论，还要降低你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来啊，比如说操练怎样管理你的时间，怎么样来做自我的保护，我们的身体啊，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做相关的一些练习，比如说做一些肺部的练习，做一些这个嘴唇呼吸的练习，以及啊，我一直在说做这个每日的这个锻炼身体，的确是对你的这个肺部起到帮助的作用。你不想跟别人进行讨论的话，你不想跟其他人讲话，你觉得这是隐私，特别是认识你的人，你觉得你不想跟他们进行讲更多，不想透露他们，向他们透露你的这个病情和你分享你的情况的话呢，他们有这个社区支持热线，叫 COPD360。它是一个项目，你可以，他们向你提供互动性的这个网上的这些个互动性的网上社区，是主要针对这 COPD 的病人。那他们的热线电话在下面18663162673，再重复一遍18663162673，那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进行联系。我们关于 COPD 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一个话题了，那么我们很多的人都会跟这个 COPD 有相关的这么样一个情绪的表露，他们将会你可能会要有自己的这个节奏，你不想见人，你想要自己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个时间，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跟家里面的人取经联系。那比如说很悲伤，那么特别是第一次发现你自己有这个 COPD 诊断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你失去了很多，那么特别是身体当中的能力至少降低了，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很正常的，这个对你的身体你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你要跟别人进行讲话，要多沟通，更好的来照顾自己这的确是一个改变生活的一个诊断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震惊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确保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跟别人讲话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做呼吸方面的一些练习，做呼吸相关的一些练习的话，可以使我们来放松，来这个接触我们的这个肌肉，使我们的肌肉能够得到这个横膈膜的功能的检验。那如果你是有呼吸，看一下，接下来看一个短片。这边有跟你说做相关的一些练习，它这样的话呢放松你的肌肉放松你的这个脖子，比如说按照它这样的一个方法，你看见你的腹部有扩张，比如说像要吹蜡烛，像要吹口哨一样的，每次做4次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做一下呼吸的基础，把你的呼吸给记出来，呼吸呼出固性的这个方法，然后再缓慢进行。这样的话我们要求你这样来做，每天做4到5次这样的一个运动，哪怕你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看报纸的时候，或上电脑的时候，都可以在不轻易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好的，谢谢。刚才说到了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练习，接下来跟大家说的一个呼吸练习呢，是这个横膈膜的这么一个呼吸练习，我们来看一下。
隔虹膜的这个练习，这样的话可以能够降低你的这个呼吸的率啊，减少你身体对氧气的需要啊。对于个 COPD 有两种方法来呼吸，躺下啊，在你的枕头下，还有一个膝盖，还有一个头啊，头跟脚部都在枕头下方，然后一个手放在胸部，一个手放在你的这个呼吸道上，把你的这个手按下你的这个腹部，然后你紧缩你的腹部的肌肉的时候，你的这个肺部的这个手压住之后的话，就帮助你做了这样一个隔空膜的一个练习。这个的话呢，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做，我们也建议你在 BreatheCal 我们社交媒体的有这样一些账号，你也可以来跟进我们。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做这个隔空膜的这样一个练习，一个放在我们的，我们先呼吸进来。然后用你的手推着你的腹部，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手推着你的这个腹部，把气推到了你的肺部上，看到没有？我这个练习我也是很喜欢，谢谢你们一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练习当中来。我们的这个谈话都已经结束了。我们 link right below or the 我们的这个练习，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话呢都已经结束了，非常谢谢大家。那我们有这个二维码，你也可以扫码，你也 take it away。我们的这个工人将会有更多的信息，我们的联系电话，我们的网站，我们电子邮件和我们的办公室的信息都在这边，那你欢迎你们跟我们进行联系。如果你有任何的 COPD 的话，你可以参与到我们，你有五个问题，你的症状，如果你有更多的信息的话，我们请这个呼吸道的专家跟你进行联系，跟你讲解你的症状，以及给你相关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参与的话，你可以跟参加可以跟我们的这个 COPD 的这个检测员，我们如果你有想要的话，你想要参与的话，这都是免费的哈。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刚才再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这个有两个这个二维码，一个是成年肺部健康的这样一个二维码，还有一个 COPD 检测的这样一个二维码，那大家可以拍照片然后进行扫描。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你将会有一个免费的礼品卡，如果你参与我们的问卷调查的话，你将会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礼品卡。我将会把这样一个网站，我把这个网页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页，给大家信息都告诉大家。谢谢 Amanda， 谢谢我们所有的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谢谢工作人员，谢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以及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现在把麦克风打开，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你们的聆听。Okay, thank you, Claudia and everybody. 谢谢那个 Claudia 跟大家带给我们精彩的一个这个 presentation. 我觉得今天信息量非常多。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怕有一些东西漏掉，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的录影会放上我们 Happy 50 Plus 的 YouTube channel. 所以你们只要上我们 Happy 50 Plus 的 YouTube channel, 可能明天早上你就可以在上面找到这个录像，然后就可以反复的看。
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那我们在 chat room 在聊天室里面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有问题。So Claudia and Gilmar, do you have time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in the chat room? Yeah, that's no problem. Okay, we saw a question. Is the air quality data from AirNow app trustworthy?If not, where can I look up air quality of where I live? Gilmar, do you want to take over that one? Yes, actually, the data from airnow.gov, it's trusted. 他现在有问了问题，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空气质量的数据从这个 airnow 的网站上是否可信。如果不可信的话，我应该到哪里去找到我所，他说 air care.Living, it detects if there's a. 他说这个 air care 的话呢，你可以输入你的这个信息，可以查询你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所在位置的这个空气质量。如果你有任何呼吸道方面一些疾病的话呢，你有这个必要来观察或者说来去查询这一方面的数字，正常是在200到260之间。Okay, we have the next question. Short of breath could be caused by different reasons. 呼吸道急促问题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决定？你有什么任何呼吸道的问题的话，那你要写下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再结合你目前所使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原因所造成的。可能是你家里的宠物啊，可能是你家里种植的花草啊，可能是你所使用的香水啊。你把你的这些情况都写下来，然后告诉你的医生，看你的医生是怎么样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评估，然后医生来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你的这个肺部有相关的这一个呼吸的问题。是不是由于这个你是由于肺气肿，就是肺部造成损伤所引起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呢？你还是由于这个呼吸道堵塞，就是慢支气管炎所造成的呢？要把这些信息都罗列出来，然后的话呢，让医生来给你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诊断。So I think the last question about breathing will be, what do you recommend for people who experience short of breath after recovery?COVID, sorry. 如果你是一个有新冠疫情的人，恢复了之后，你应该做什么呢？你要继续的，你要跟你的医生进行谈话，让你的医生给你做相关的一些药物继续使用，然后的话呢，做这个呼吸道方面的一些经历或这个练习。做事缓慢一点，尽量的做肺部的一些练习，呼吸道的一些练习，那么这样的话使你的这个呼吸水平就得到逐步的改善或逐步的提高。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疫情那呼吸这个新冠的话呢，的确是给人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影响。你要这个定期去做相关的一些测试，确保你最终没有得到这个呼吸道方面的一些疾病或障碍。Okay, what's the next question? Gilmar, you want to look if any other question you can answer now?The question, the last question that I saw was about the cabbage. Mm-hmm. And Irene responded back saying, similar to broccoli, cabbage is a gas-producing vegetable, high in fructans, hard to digest. So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t creates a lot of mucus. It's, so it's
刚才说到了那些的蔬菜你不能吃的话呢，因为这些蔬菜当中会产是比较黏的，它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痰在你身体当中，那显然的话你吃了之后的话，对于一个肺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来说的话呢，你的身体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个液体或者黏痰，那这样的话对你身体是不好的。 Okay, so anything else Gilmore you want to addGilmore,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I actually want to add that everyone that registered for this presentation will be allowed to...